Hell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来介绍我刺青。从第一个介绍，这是一棵树，然后因为我爸爸他的中文名字就叫高树，所以我刺一棵树在我脚上，代表他给我力量。肩膀这边有一颗兰花，因为我妈妈叫秀兰，所以我把我爸妈刺在身上。这个是我的公司 SKR Presents 桃山音乐，然后我在这边刺了一个美国美金那个富兰克林，他在哭。然后我这边刺了一个皇冠，然后也是一个天使倒在皇冠上面，就是名跟利不会带给人快乐这样，所以我这边刺利，这边刺名。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我现在胸前这两个，因为这是我最近感受最深刻的，我感觉两个都有了，心里却没有很踏实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追错目标这样。